茶馆里面今天水位也很低哦。地龙看到了，穿过芦苇荡。放在这里钓吧，老钓点。哦，有鱼在跳。朋友们，来到大闸口哦，好多鱼在跳在游啊。钓饵挂整根海蜈蚣啊，钓个一米深啊。嗯，咬了一口啊，嘿，什么鱼啊？哦，虾虎鱼。哦，直接给我吞死钩了。这鱼还可以，先放着吧。这里面小鱼太多了，我抛外面试一下哦。有没有枝鱼啊、鲈鱼啊？哦，抛得太远了。再过来一点的话，有网了。有，继续有。中，哎，这叫什么？鲫鱼，来一条大的，大的小的，能飞上来哦。飞上来，软竿啊。哦，钓虾虎鱼还是钓鲫鱼爽哦。这条半斤有没有？半斤差不多吧。鲫鱼口很难抓啊，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的。嗯，鲫鱼却在当中啊！哎呀，跑得有点远。手竿的话，够都够不到，太远了。哟，走！哦，跳起来！这鲫鱼到哪里了？正好。哦，哇，连续上鱼啊！嗯，人家发财的节奏，好、哦，个头都还行哦，扔下就有，有。又一条，你看，来了，嚯，扔下就中，过瘾吧？又一条，这条大，这条差不多一斤了，黑了黑了，中，溜一下溜一下，大不大不知道，太大的话，怕杆子受不了，小的小的，小的飞上了。还好了，有六七两了。呀，这条正科，哦，现在天乌漆麻黑了，鱼口还很好。好、哦，又中了，回不了家了。呀，好、哦，这条还可以嘛，飞上来吧。哦。哦，回不了家了，回不了家了。哦，正科，嗯，打黑了，黑了，中。
有点小小的嘛，感觉小小的，有一条。哦，今天不知道连干了几条，都这么大了。有，还中了，哇，这条大，飞不上来，这条有1斤了，哦，天呐，哦，这条1斤肯定有的哦，黑猫，1斤直接飞呀，啊。相机拍的还挺亮的哦，现实当中乌漆麻黑了，阿波根本看不到，口非常好啊，也没办法，有没有再咬都不知道啊，朋友们，今天真的过瘾了，拉力超爽啊，鲈鱼呢一条都没有，咱们看一下鱼货吧，7块钱买了一包海蜈蚣呢，还剩这么多呢，咱们看一下7块钱钓了多少鱼哦，这个头呀，哦，我回家洗干净给大家看一下哦。这里根本看不出多少条啊！朋友们，刚刚到家，还有几条活的呢。这是枝鱼哦，有些地方叫梭鱼，这里大概有15、16条吧，整整一盆啊，过瘾哦！朋友们，谢谢观看哦，拜拜。